兄弟们快看，这是什么神仙钓点。路过这条河，发现里边很多鱼腥泡泡，看，全是鱼腥泡泡，水都漫上来了，今天就在这儿钓。今天我们就用4米5的，5米4的昨天被我把干梢给弄断了。再来打个窝，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。哎，有口呀，小鲫鱼，第一竿就上了一条小鲫鱼。哎哎，金黄金黄的，纯野生的，入户。哇，你啊，实在是太热了，吃一个旺旺碎冰冰。中，中呀，两条。解口，中。呀呀嘿，中呀，哦呵，中中。看看今天的鱼货，跑了一条3斤的鲤鱼，临走打个窝，明天再来钓。